还有东西呢。哈哈哈。痒痒挠是吗？所以说给一个小拳拳啊！对，讨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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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跟我们嫂子一样一样的。他小时候我们就干这行，嗯，也没有别的手艺，嗯，站在台上就痛快，高兴。其实我当年就是从清华毕业那会儿啊。那会儿我们你行校长行校长你等会儿吧，不亏心呢，清华毕业呀、啊。清华史。嗯，哎这个哪儿叫清华毕业？清华大学。真的假的？这也行了。谁？别拦我这，我问你呢。啊，真的哪儿毕业？他是因为最早啊，北大说让我去。但是我应人家清华了，定金都要了，是吧？谁给谁钱呢？您这是学费吗？学费吗？啊，您这哪儿毕业？这清华，因为清，您说清楚点。行了，没完没了这人。不是我没完没了，您大伙儿听清楚了，别犹豫。因为那些年确实就是整个在清，你不用往后说，你就再凿死一遍。你哪儿毕业？你回家看看你们家窝头熟了，快走吧。对。干嘛？我恶格呀？是怎么的？清华，你看我们同学都在这儿，你看啊。你不用说，你就说哪儿毕业的。清华。你们要这样，我就搓死你们啊！还是清华池？你这清华大学呀？清华大学毕业？我是清华大学。你心虚什么呀？清华，你弄死我！谁弄死你？干嘛？这不就结了吗？是不是啊？我们较这劲干嘛呀？清华大学的有没有我的同学？你看，哦，你看看，哎呀，你瞧瞧，多少年不见了，同学们，哎、对，多少年都没见过。哎呀，这有日子没在池子里看见你们了。哎，这穿上衣服认不出来你们了 啊！有男有女，哎呀，什么呀？啊，什么有男有女、啊？我们都是清华搓戏的。还是池子的，哎，还有消息的，见过吗？消息的，看你去一回试试看看，有脚垫没有？哎，嚯，消脚的，消息的，弯系的都有。哎、啊，反正是得念书啊，啊，读书是对的。不管你干什么，你从了艺了啊，做了别的工作，没有文化是不行的。那倒对，我走时候那会儿，我一毕业，我们清华的校长拉着我的手，眼泪汪汪的。是啊，我祖母就祖母了，你看，哎呵啊，烧锅炉那老头说的，这是，就这个人，我告诉你，人这刺就刺在这儿，怎么呢？别跟说相声打交道，知道吗？啊，说相声第一不爱瞧得起人啊，尤其是恨有文化的说相声，知道吗？我们不恨有文化。第二，说相声好占小便宜，有什么小便宜？你看我跟说相声一握手，我马上回来得数一二三四五，手指头丢了，老怕短一个，知道吗？至于吗？我们就他们这行，我是文人呐，你。这么些年文人都楼了，因为在清华那些年、啊、你先下去哪儿，你上惯了炕了是怎么着？我们教室都火炕那会儿，知道吗？啊，盘腿坐上面，博士后博士前，我们一块儿上博士前哈是 啊，研究什么都研究，研究什么？天文地理，一卜星象，嚯、哦、哎，什么叫文化啊？绘画，书法，书法，那叫还书法，书法，对呀、啊，好，好、啊，书法啊，净研究了，全都研究。就我这个文化，说实在的、啊，不用全拿出来，怎么样？就是拿出轻微的，一点儿，你就吃不了。我也不是，我保守没有，热热乎乎的。我就行了，对吧？吃不了就别拿出来了，嘿。啊，说实在，我现在我有功夫，我得先把中国字儿我都给他从梳理梳理。您这话太大了，真的啊！说您说清华我都不拦您啊，您把中国字梳理、哎。那你也别拦我了，行吧？对吧？那个都没拦你，死不死啊你？我还拦着你？你这人你怎么你就对文化人你就这么看不起啊？啊，你这搬不倒骑兔子没老实时候，你这那哪儿的文化人都这样了都，显得。潇洒飘逸啊，嗨，
你光袖子飘逸管什么的、那会儿一屋子就是学问人，我们在一块儿啊，就天天的 啊晃了得开吗？这一屋子人哪儿就一屋子文化人都这样呢？讨厌就在这儿看见了吗？不是，你哪儿就怎么一看这人就没有文化，真的。您还别，我就是说，我说中国字有的很合理啊，有的很合理，有的不合理。不合理，没有不合理，中国字还有不合理。我是先研究中国字，后来又研究外国的，反正来回一颠倒，我觉得确实很多地方，不管是语法还是用意，包括它的表达形式，确实很有问题。怎么有问题啊？你看，你看，都愣了吧？你看，这可一吓唬就吓唬住了，知道吗？不是，人是怕你摔了，在这晃呀。摔不了，我有凳子，是吧？好，还是我举个例子啊，有这么一个字我一直要改的。你说说，你都未必认识。你说我就知道，一撇一捺。我连人字都不认识，人字我怎么不认识？好好好啊，再来一个一撇一捺。从，这光俩人 啊，光俩人 啊，从 啊，这字念从啊。对啊，这底下，来一横字，这还念从啊？你再想想，我甭想了，还念从，为什么呢？字面上解释的清吗？啊，一个人，啊，两个人 啊，底下来一横。它怎么会是丛？丛是草丛的意思呀，啊，它跟花草植物有什么关系？一个人，一个人，一个横，嗯，这个字应该念什么？念炕。哎，必胜！别大爷，请鼓掌，谢谢各位，请好。那边掌声激烈，我就给谁了。喂，你再给人眼睛扎着，你这又砸死一个是吗？啊，什么就念炕啊？念炕，就您刚才坐的这炕。古文言，古文言就念炕，现代汉语念床。不，你别拍我，哪儿就拍？哎，我操！闭上。搁这儿吧，搁这儿吧，啊，行了行了，喂，哎，不不，你，里边还有很多观点的吗？啊，对、哎，一会儿再说，一会儿一个啊，出色的文人，哎，这还这一个字还念炕，还念床，对了，哎，也念榻。就只要上面有俩人都成，嗯，服吗？有什么可服的？怎么样？怎么样？不怎么样。哎，不怎么。再说一个，啊，再问你一个，哎，来吧。这个你要知道啊，啊，这个你要知道，怎么着？咱俩掉一个，我是你儿子啊，我现在也不是你儿子，这叫什么话呀？这，这人你没意思，你知道吗？啊，哎，你说吧。我想想，我还会一字儿，嗯，啊，就俩字儿啊，还有一个最新的科研成果，哎，好，哎呀呵，这都跟那烧锅炉的学的，嗯，科研成果，科研成了果了，嗯，你成不了果了，嗯，你能成果，嗯，啊，嗯，写字儿啊，来吧，这就好比是一支毛笔呀，啊，就这么攥着呀，这就是毛笔，看见了吗？嗯，看啊，来吧，哎。干嘛？你让我给叼回来是吗？什么毛病？你这是？废话。什么毛病？不是你到底写什么字儿？你说就这个，就这一横啊。你念什么？一横啊！咦，这小孩都认识啊？同学看见了吗？啊！您是什么年龄同学都有？哟，我们校长来了！哎呵。别胡说八道！这一盒念什么？一呀，这还有什么可猜？别动啊！啊，再来一盒。二，再来一盒。三，三啊啊！把两边堵上，念什么？日。啊！你偷着看我笔记了？没有。我觉得底下再一盒还能念床。
这个床上有个日，什么意思？去，别胡说八道了。您说说您这科研成果吧。就是这念什么这字现在？日月都可以。念个日啊啊，然后来一道啊，这一道上下别出头啊啊，就在这里上。嗯，甜啊，甜啊，甜啊，甜。上边出头，下边不出头。油。下边出头，上面不出头，甲上下都出头，申，听着，我这题目来了，啊，这刚入题呀、啊，听着，哎，啊、一个田啊啊，上下都不出头啊，嗯、啊、嗯、啊，左边出头，哎呀，行了，行了，行了。我跟您说啊，嗯，就冲刚才您那科研成果呀、啊，我可以判断一下您这成果啊，胡来，这就不叫字儿，看见了吗？没有这个字，看见了吗？啊，就是典型的没有文化，真的啊，你这个状态就好比说就是啊，就是没吃过屎，他认为世上没有厕所，这嗨。什么比喻啊！您真的，这得我们校长的原话。你不，你们校长吃过屎啊？哎，这行行了，行，知道吗？说不说好听的？这是一个字儿，但是这一个字儿有三个音。你瞧，这就开始胡说八道。有一个字能有三个音？一个字有三个音很正常。怎么叫很正常、啊？你不知道吗？你说说。有很多呀、啊，就是一个字，但是念三个音呢、啊。你说说哪个？比如说有这么一个，哪个 ？W， 哎。外国字儿啊，念什么 ？W， 大波六。哎嗨，一个字儿仨音呢、啊。就外国字儿 ，X， 一个字儿仨音啊。你说那是外国字啊？我好，现在跟你说中国、啊，就说这汉字。对呀、啊，你说说，你来了，你来了哪仨音？就这个，你来了哪一个田字儿，左边出头啊。你来了，你来了，我听听。我还没听说你来了，我听听，你讲理不讲理啊？你现在是跟一个清华的一个博士后边前边的人说话，知道吗？是前是后啊？我就是锅炉前面的，不是清华前，就是一个那么有身份的一个专家。哪儿有身份？我在给你上课，我都没要钱啊，没要钱啊！我倒给你钱呢，我也对呀，长能耐就和你看这，你来了，你来了，你要死你、啊？嗯。不是你会呀、啊，你来了。我会，我凭什么教给你啊？你来，我听听。你又不是我儿子，是不是？多、哎、多新鲜呢！还是的呀，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人不言自能，水不言自流。金砖何厚，玉瓦何薄啊？你这是长能耐，知道吗？老话说得好，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三人行，必有我师娘啊！对，什么乱七八糟的？三人行，必有我师啊，对不对？啊，客气点，鞠个躬是吧？高不了你，矮不了我的，怎么了？怎么就得这样？啊啊！毛病还不少，你说鞠躬不就完了吗？对，客气点啊。得了，您去，您来了，您来了。啊，你那个颈椎够厉害的。哎，什么叫颈椎够？你不鞠毛不下腰来，杨灯还点头呢啊。伸着点，你跟谁？哎呦，我的天，我怎么你了？你在外边，你问个道不也客气点吗？啊，老家，我上火葬场怎么走？我上那儿干嘛？我上那儿干嘛？呵，伸着点啊！说鞠伸着点不就完了吗？就是的啊！啊，给你鞠躬。哎，完了吗？散会。什么乱七八？哪儿就散会？散会，不是这再会行不行？你给我鞠躬啊！废话，你这是有求于我呀？啊，是知道我有能耐呀？知道您有能耐，知道我有什么能耐呀？你会胡说八道啊？我知道你有什么能耐，我想问这字叫什么？哎，现在开始记在心里边。你说说，现场的各位有本有笔的拿出来记。我倒听听的是这个中国汉语啊，学问太大了。怎么就三个音？一个字出三个音，说出来所有人都得鼓掌，太讲理了。你说说，看着，嗯，一个田，对，上下不出头，对，右边不出头，嗯，在左边出头，对，这个字念什么音啊？三个音，这三个音就是，嗯，苍蝇拍，对，去。苍蝇拍儿像话，好家伙呀！不行了，行了，你别扔了。
呀，还有管他叫教授的呢。Hello， 嗯嗯。好啊，好，谢谢谢谢啊。哎，好，哎，我在这儿呢。嗯啊。看见了吗？看见了吗？不像话。尊重啊。尊重什么呀？想说好相声，知道吗？啊，先得学文化。你这苍蝇拍没什么可学的，多巧，左边出头苍蝇拍。啊，那这废话，这边出头，这左边出头，右边出头也是苍蝇拍儿。这个，这我都没想到。哎呵，哎，哪边这上边出头还能是苍蝇拍倒立着呢？你哦，这哎可以，你看吧，听吧。这就见长，这谁？我长这有什么用啊？这就对了。什么就对了？这就对了。哪儿啊？就这么胡说八道？为什么要多认字儿啊？说相声不认字儿，说的好相声吗？认字儿谁都认识，拿过词儿来人都认识，你不认识？我没有不认识，还得找人给你念啊？那得什么时候学成艺术家呀？哪儿就都有点文化，干这行也不少年了。是啊，你算算，明年我们准备搞一个于谦从艺三周年。哎，我呀。我刚干三年啊，几年了？干不少年了吧？好，三十年都多了。你要早跟我这么学啊，你早成人了。对，我现在还不是人呢，是吗？你拜师了吗？多新鲜呐！哦，拜谁啊？我们先生石富宽啊。你是他太太啊？这叫什么逻辑呀？我先生石富宽，你看对吧？你就是那个娘们儿是吧？您这清华大院嘴里都娘们儿娘们儿的，怎么？你还没听我们校长说呢，还牙碜。就别听你们校长的了，那你拜我好不好？我什么我就择日不如撞日，就是今天了。没听说这儿磕一头算我徒弟，好吗？我等不了了，我这，你先等会儿吧。啊，哪儿我就拜你，教你能耐呀？就教苍蝇拍啊？你看，教你能耐呀？教什么能耐呀？说相声有四门功课，啊，脱鞋就唱。这脱鞋就唱叫什么？那叫说学逗唱。说学逗唱。对了，四门功课啊，说。啊，首先说嘴里得干净，就是有功夫。不管你坐的剧场的哪一个位置，啊，哪怕是最后一排，嗯，你看最后一排了吗？是，影超超，咱都瞧不见人家，嗯，最后一排离咱们得有一站地左右，没有，对不对？没那么远，那也是咱们的衣食父母，这倒对。所以说我们要发自肺腑的问问最后一排，您说是没钱买头里的吗？哎嗨，你说这干嘛呀？你说这话。对不起，请原谅我的单纯和善良。哎呀，我猛撞，你快挨打了！你这，好，哪儿啊？你问人这个？就是坐到最后一排，也是我们的好观众。是啊，每一个字儿也得清清楚楚，嗯，送到人家的耳朵里，让人听清楚。说话不清如钝刀杀人，就这么难受。什么叫钝刀杀人？嗯，比如说于老师，怎么？嗯，比如说于老师，您说，跪在菜市口，我要挨宰，绑好了。啊，就是要斩首吗？刽子手拿把刀，哦，特别的锋利，快，肩宽背厚刃肥薄，杀人不见血光毫。你瞧，紫薇薇蓝娃娃，霞光万道，瑞彩千条。你就别形容这刀了，举起来，啊，唰，砍下去。于老师那脑袋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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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这儿咕噜到那儿，哎呦，人头说话了，说话，好快的刀！我嗨，脑袋都掉了，我还那么贫呢。赞美，我捧人家干嘛呀？要是钝刀子就坏了。钝刀怎么了？来钝刀都是锯齿儿，那就是锯，那就是。于老师跪在这儿了啊，刽子手一举刀，哦，想不到你落到我手里头了。哎，好嘛，校长亲自杀我。嗯，歪了，啊，你这辈子算是歪了。呵，你的家属都得充公。哎，嗯，呵，别解恨了。哎，嘎，砍下去了。扎在脖子上哟啊！嘿哈，行了，别锯了，你们校长该鲁班了，你这说话不轻柔，钝刀子杀人，就是难受劲儿。说学逗唱啊，学，嗯，逗唱依然很重要。那逗当然，但是这逗啊，逗是最重要的。逗啊，俩说相声站着四十分钟，观众一个乐的没有。嗯，怎么舔着脸往下走啊？啊，真是不好意思，对不对？嗯。包括这个唱，嗯，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解释这个唱。说说，说相声的唱唱什么呀？嗯，唱太平歌词。哎，你瞧，真这倒对，真的啊。嗯，啊，说有人说不对呀，嗯，唱歌啊，唱戏啊，唱大鼓，唱这唱那个也是唱啊。嗯，那是说学逗唱的学。哦，这属于学，因为你唱的那些个，人家有专业演员干这个的。
哦，你说你唱一京剧，你不是学人家京剧演员吗？嗯，你唱一评剧，不是学人唱评戏的吗？是，只有太平歌词是说相声必须要会唱的。哦，哎，于老师、哦、也不能说没学过。哎，我也学过，也学过。嗯，这个就是术业有专攻，得道有早晚。对，当年谦儿哥为了学太平歌词，嗯，在太平间住了好长时间。哎，我呀，后来太冷了，搬回来了。哎，对，我那得学出什么味儿来？我的是啊，这个都得学、啊，包括孩子们都得学呀、啊。就你看徒弟也好，包括我儿子啊，然后、啊、你往那边比划去，你比划儿子，你往我这比划干嘛呀？包括徒弟啊，包括我儿子啊，还有徒孙啊，哎，这好嘛，你看辈儿还小，正经啊，这都得会。啊、包括我儿子郭麒麟啊，这么大时在家就唱着玩就会。哦，他也会。你看你还不信啊？嗯，大林，干嘛叫他呀？来，过来，哎，来来。站这儿来，我正跟高老师聊天呢。哦，哎呀，我是有两个儿子的人啊。你是老大，哎、不起。也是从小，郭麒麟其实没想着说相声、嗯。嗯，后来也不怎么着，他趁着我上清华大学，他偷偷摸摸的就说了相声了啊。但说相声就得用功，可不，太平歌词必须得练，得唱啊。是，嗯。你是于谦老师的弟子，哎，他是我徒弟。哎，你看这我们这行这样啊，嗯，说爸爸干这行呢，我不能再收自己儿子当徒弟，对对，怕管教上面下不去手，嗯，哎，就得教别人来教他，我下得去手，哎，嗯，嗯，所以我儿子呢是于老师的徒弟，对，自打跟于老师拜师以来，你看郭麒麟的酒量可是见长，哎，我学什么了我？我净教人喝酒是吗？我还控制他不让他抽烟啊，哎、对。啊头发也不能烫起来、嗯哎、没学别的都知道于老师三大爱好是吧抽烟喝酒烫头嗯，脍炙人口 啊, 啊对全知道连法国人都知道那错不了啊、嗯嗯、但是太平歌词在家我得教他对啊对给大伙唱两句好不好太好了太好了您别看我是这个于老师的徒弟、嗯、其实跟我父亲也学了不少那当然当时叫拜师于老师的时候我爸在家就劝我、嗯、啊，去这个拜于谦老师吧、嗯、你知道你师娘多漂亮吗、嗯、啊，你什么目的呀、啊、这是好好的孝顺师父师娘啊，那不单漂亮的事儿哦，行行行、啊、反正都得学可白净了、哎、咱说点别的行吗臊死我了都快、哎、行了确实也挺好，搁着于家我也放心、啊。跟于老师的儿子郭小宝，嗯，在一块儿，这哥俩吗？哎呦，像话。我跟大林也说了，我说你跟小宝就拿着当你亲弟弟是一样的。对对，干嘛拿呀？就是。嗯、哎，你们爷俩这一唱一和的，你知道多开心呢、啊？哎，对，比在清华上学还痛快呢、啊。哎，唱两句，儿子。好，我听您的。我这还带着板了啊。您带着咱那钢琴了吗？那是，嚯、嗯，钢琴啊，不够挑费啊。哎唱太平歌词有个伴奏的乐器，嗯，叫玉子，对，啊，这个据传说，想当年有艺人进宫唱这个，也没有板，拍着大腿，西太后就说了：“你那是干什么呢？”哎、啊，这是西太后，这都跟清华有关系啊。说我拿这个拍板，西太后说：“别去了啊、嗯，让李莲英上后花园砍了两棵竹子，挑最好的地方截取下来。”啊，说拿在手里击节而歌，就打着拍子。哎，那竹子，当然这我估计是艺人们附会的。哦，就这么一说，因为是御赐的，嗯，啊，就管这东西叫御赐。但是叫来叫去呢，叫白了，叫成玉子了。嗯，一般来说是竹子，我这两块是木头的、嗯、啊，声音高。哎，这个最早的时候是两块半，哦、还有半块、嗯，半块打着这个。后来嫌这半块碍事儿，就都用这两块啊。其实特别简单，啊，嘿，然后。咱们唱两句吧，唱两听您的。你们想听什么呀？白蛇传，白什么？对。哦，单刀会，还有骷髅叹。好，好，好，那给你们唱一个秦琼观阵吧。啊。哎。你们爷俩什么脾气？这是、嗯？不是，你让他猜着，他以后就不买票了。哎、行吧，你想唱什么唱什么。秦琼观阵有大有小。嗯嗯。后来我看有整理出版的，出版的那个词儿应该是全文的三分之一。它没有头没有尾啊，太长了。但是我们要真把那连头带尾都唱完了，也实在太长了。整个秦琼观阵唱完了就得个三十分钟啊，有点犯不上了啊。让大伙儿尝尝好不好？好，掐当间一点啊。嗯，我这两天啊又录节目又忙，其实嗓子不是很舒服。唱了半截，要是比如说一咳嗽了，一干嘛呢？嗯，我就假装一咳嗽，你们就知道就结束了，就一鼓掌，咱们就折个羞脸就过去了。什么叫鼓掌？嗯。
就听咳嗽啊，你们表演完了，我们好，刚才唱的是太平歌词。哎，好嘛，就干咳嗽合着啊，干咳嘛，来吧，掐后头几句吧，好吧，行，听着，唱几句，你接两句啊，好，嗯、哎，我一努嘴你就唱儿子啊，哎，得嘞。你们爷儿俩做嘴疯啊，是怎么着？什么病啊这？我告诉你，就你这样的，在我们学校里打死是吧？不去你们学校，彰显遗传的伟大、嗯、怕淹死。嗨、嗯，你咋不怕错死？来吧，秦二爷看罢了多一回，翻身下了马能行，阎王山东落下了泪。养儿老娘哭叫了几声，人家养儿都放背着老，您了人家养儿这个竹篮打水落了长空，实指望孩儿我做高官增光越俗不了想，半路途中遇见了险情，靠山王摆下了一座死门斗地锁子八卦连环阵，他要害孩儿的命惨生，磕一个头来我算尽了孝，磕两个头来我算尽了忠，那秦二爷磕罢了头三个也算尽孝也算尽忠，磕罢了头他是忙站起，阎王黄彪把话明，你今天驮定我闯得出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长棍槊棒鞭锏锤肘拐子六经四门斗地锁着八卦连环阵，疆场以上的立了大功，你今天驮定我闯不出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长棍槊棒鞭锏锤肘拐子六经四门斗地锁着八卦连环阵，疆场以上你活不成，我一言唱不尽那秦州观战的，我是愿诸位阖家欢乐时俯首抗命。唱两句，大伙儿尝尝。哎，秦琼关阵，这叫秦琼关阵，太平歌词啊。哎、是累坏了吧，孩子？累活不行了。好，赶紧去让后边熬点参汤喝吧。啊，嚯、啊，快快缓回去。我吸氧，快去快去快去！哎呀，喝呀！累坏我儿子了，了不得。你们这说相声都这么养活着呀？嗯嗯，一年就唱一回。啊、哎，对，就一根身子，那错不了，错不了。哎，让孩子好好歇着、嗯、啊。这个叫太平歌词，对，挺好。太平歌词是说相声里边说学逗唱的唱，这叫基本功。除了这个，再唱什么，嗯，都是学。哦，啊，是，就占这个曲艺类的，您说吧，啊，上百种得有，啊，这不少。但是说要都像于老师似的，我们这行就失传了。怎么就像我似的就得失传了？没有时间研究这个呀？那我也学，你怎么不学？你嗨些，你少来呀、啊、你啊！怎么了？真的，于老师不是我瞧不起你，您客气了。真的真的啊，我就是冲着嫂子的面就完了。咱别老提这个行吗、啊？我不跟你争争，眼睁这台上好些东西我们都给您折着，为什么让谦哥站桌子里边？怎么了？为什么有的人要站桌子里头？桌子里头怎么了？捧哏尿裤看不出来。我有桌子挡着呢，是吗？哎，看不出来尿裤子。刚才是太平歌词、嗯，再说一别的、啊，你就未必会了。没听说过。你看，您、哎、说说说。德云社20年了啊，这些年我们挖掘了很多传统的形式和传统的曲目。是，其中有一种艺术形式啊，几乎现在就没有人听得到了。您说说，我听听。莲花烙。哦，莲花烙是老的形式了。莲花烙、嗯，解放初几乎就没了。对，莲花烙呢，这东西虽说没了，但是呢。它在其他的艺术形式中有所表现，在哪儿还有啊？如果说莲花烙要是爹的话，他、嗯、有俩孩子哦，一个是评剧，一个是二人转。哦，在那种形式里还有，那俩都是打莲花烙出来的。是啊，莲花烙有一个人唱的，谁啊？这个过去来说什么清明泉呐、啊，哦，于瑞凤啊，呵，也有俩人拆唱的，俩人拆唱，俩人进故事，嚯、哦，还有一帮人一块儿唱的啊，一上来一大帮人，嚯、哦，先。喊斗啊，喊烙，一大腔、嗯、大伙儿先唱完事进故事进人物、哦、还进人物，就是当初德云社挖掘过几段、哦、后来市面上没有了、哦、咱们今儿尝尝好不好？咱们再听莲花烙。对，莲花烙，莲花烙、嗯、这个这你真不行，帮不上忙了。哎呀，咱们这等我能不会吗？我叫一个我们这儿会莲花烙的啊、哎、来，张云雷。谁啊？好，过来，张云雷来。我多大份你看看啊，嗯，对，这得让人送上来啊。
没有快递是不出来演出的。哎，这让他扶点桌子。哎，我来接他来。你走吧。哎哎哎，我徒弟，他叫张云雷。是这个，他从小从艺，最大的成绩就是五个月前从南京南站摔下去了。这个玩意儿就是，你知道这哪片云彩有雨是吧？啊，艺人嘛，怎么红的都有。啊，他靠摔红的，这是张云雷。嗯。张云雷打这么大就跟着我啊，是我早期的徒弟。嗯，小的时候呢，后边留一小辫儿。哎，啊，那会儿唱了好多太平歌词、莲花落，那会儿电台录了大批，这一说是2005年。嗯，就现在很多相声演员都听着张云雷的声音成长起来的。哦，啊，张云雷，哎，莲花落还会吗？莲花落会会会吧，会，因为那个打小教过他啊。咱们俩拆一段吧，可以可以可以吧，拆唱、嗯，让大伙儿听个新鲜，可能你们听不惯。听不惯你们就多做自我批评啊、嗯！谁呀？做自我批评，慢慢就行了啊，慢慢就行了。听不懂，听不懂，千万别说这是什么呀，让旁边人笑话你啊！哦，听不懂，闭上眼睛，嗯，这嗨，哎，旁边一看，哇、哦，这个好家伙啊，要捧你知道吗？哎，好事。那个《莲花落》的曲目有很多，以前张云雷有很多录音，什么王二姐、四夫、十枝搭都有啊。嗯，咱们唱一个以前大伙没听过的好不好？好啊。给你们唱一个杨二舍化缘花墙会，好吧？嗯，有点意思。这段特别长，咱也掐几句吧。嗯、掐几句。杨二舍化缘是说的这个，有一公子叫杨二舍，嗯，投亲到他老丈人这儿的，结果呢阴错阳差，这老丈人给打出去了。后来呢他自个儿没辙了，出家当老道。当老道出来化缘，又到他老丈人家门口，正好看见他这个未婚妻这小姐站在墙上边，墙上是小姐，墙下是这老道，俩人聊天，通过对诗知道了对方是谁，这么一个很凄美的爱情故事。这要唱全了得唱40分钟啊，咱们就掐一点对诗给大伙儿听听。可以，这个是需要乐器伴奏的、嗯、啊。嗯，请我们的钢琴师，我们的那个铁板师啊，铁板师，铁板烧的啊，你没有？来，王九龙，哦，来，快来，快来，快来，哎，快来，快来，哎。站在你大爷旁边吧，站那边吧，来吧，上这儿来，来。对，这个是我徒弟。也是我外甥啊，我是他舅舅，我们家这孩子都干了这个了啊。花墙会，花墙会啊，我们来回、那个、我，你来这个唱着小姐吧。我站墙上，对，你长着秀气，你站墙上，你跳下去的时候痛快。哎，因为你有这经验啊。我站墙上啊，南京火车站南站10多米跳下来愣没死，就这个玩意儿吧。啊，这我原来以为就完了，没想到骗我呢。啊，我咱们试试调门好不好？掐几句对诗就可以了，好不好啊？嗯，行，那就试调门，来来来来。王美容站墙闹，变了我是大梁，墙下修道的难呐，关小姐。好比你是艺术的丽人，右中看来右中我把你吃人，虽然我的丽儿你可长得怎么那么好啊，干瞧着我的丽儿好，你要摸不着吃也就白找回自己，我就不着急呀。莫非说有人在此看着这树梨好，等着看梨的去吃午饭呐、啊？翻过了粉皮墙，我是偷吃了你的这个梨呀。虽然说挡不了这个茶和饭呐、啊。撒一点梨水也能充饥呀，关道童啊，好比你是艺术的桃，又中我的这个看来，又中我把你瞧啊，中看中瞧不中你的那个用啊，刚瞧住桃儿好，摸也摸不着，哎，那也是白绕啊。莫不成有人看着这树桃，后来等着看桃地去睡觉，跳过你的花墙，我偷了你的这个桃啊，虽然说挡不了那茶和饭呐、啊，咂一咂桃水我免得心焦啊。关小姐好比这个琵琶丝弦呐、啊，中
刀每日就在墙上里悬呢，有朝一日倒在了我的手啊，怀抱着琵琶我不敢弹呢，怀抱着琵琶你应该弹欢唱啊，又恐怕弹坏了琵琶上头弦呢，弹断了旧弦我把新弦给接续呀，哪有这个闲钱我置办新弦呢，关道童啊好比你是河中一朵莲呐，长在江心水里边呐，姑娘我比作采莲的汉呐，脚蹬着小舟儿我是掐了这朵莲呐，将莲花托在姑娘我的这个手啊，手托着莲花不得那么耐烦呐，手托着莲花你该当把它看呐，糊涂的老道想啊，出了水的荷花颜色淡嘞，人过了青春哪来的少年呢，若得夫妻是重相会呀，杨玉春赶考他中了状元，掐这么几句啊，等多多有时间，等张云雷健步如飞了啊，从头到尾的咱们好好唱一回啊，得嘞，这唱的这个于老师就勒死都不行，你知道吗？啊，哎，说走就走了，俩人啊，走了。哦，这是要出去卖艺去了，俩人啊。没，可不是说走就走，得等走下去还得十分钟。嗯，这个演员就是有份有身份，知道啊？好吧，这叫莲花落，不错，听个新鲜。哎，最起码60年吧，得有50年、60年得有。有挖掘整理啊？对呀、啊。还有的就比较熟悉了，嗯，你比如说竹板书，竹板书常听吗？竹板常听，当年。德云社最早有一个演员，说相声也不行，什么都不行，吃人没够，干什么不行啊？后来我说干脆你先唱竹板书吧。哦，后来谁想到他红成那样了？谁呀、啊？岳云鹏啊、嗯。很长时间在德云社，他是以唱竹板书为生。哦啊，你看，有日子没听了，让他唱一个嘛。行吧，来吧，小岳，来来来来来来。嘿，云鹏，你的快递，嗯，这个送快递的怎么进了园子了？好，有人说小月瘦了哈，你得买个望远镜了，我跟你说啊，挺好，回去吧，别往前来了，快回去吧啊，爱卿平身吧，好，嗨，这都上朝来了，喜欢岳云鹏吗？这都是没有文化的，云鹏，哎。一撇一捺念什么？哎，这行了行了。人，一撇一捺念什么？人，俩人抵一横。抗。好孩子，这是师徒关系。又念床，嗯，还念榻。对对对对对对。这是我们清华的教授助理，住在教授家里。嗯，教授出来，嗯，挺好。认识你谦大爷吗？哎，当然认识了。你谦大爷艺术水平怎么样？啊！乐完你倒说话呀你，干乐呀！我正在想词儿，就是，你也别太难为孩子，我也别盼着他说话。他朴实，不会撒谎。挺好，挺好，挺好。行了，行吧，反正于老师最起码就态度很热情。不是你们要上来干嘛来了？哦，聊竹板书吧。废话，你挤得我干嘛呀？小月还会竹板书吗？好久没唱了啊，好久没唱了，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唱，反正于大爷不会，这是您教我的。对对对，你们老勺着我干嘛呀？一共仨人，我敢勺着他吗？这个，你敢勺着我是吗？你就剩勺着我了是吗？嗨，别闹，让孩子玩会儿。对，玩嘛，反正都是我师父教我的。嗯，这个竹板书呢挺简单。过去竹板书其实是开大书，嗯，跟说评书一样，找一个书馆，三国呀、列国呀、东西汉呢，用竹板书来唱。有的时候就旁边坐一个专门负责打板的，他说书，说会儿唱会儿，说会儿唱会儿，那叫竹板书，也失传个四五十年了，得有啊。这些年来，你要说唯一能继承的，还真是
我就交给岳云鹏了。那会儿德云社小剧场说相声，他也不敢说，什么也不行啊，也别说吃饭可以啊，孩子。哎嗨，这就别当一美说了。那你知道吃饭吃的多好看了啊，吧唧嘴那个响啊。我师父夸我。嗯，那是，这是赞美啊，不懂什么好赖话了。嗯，那我也爱听，你说一试试，真有意思。我没看过你吃那么香过，我那。那就要这样的话，你给大伙儿唱两句竹板书好不好？唱两句，有日子没唱了，嗯，好不好？竹板书，咱爷俩拆一个吧。咱俩拆啊，嗯，我刚才净跟他们拆来着啊，跟张小辫唱了一个，给我麒麟唱一个，对，咱俩拆几句竹板书。竹板书，咱们也得有乐师啊，哈，得有乐师。乐师，你打算用谁啊？有请高老板吧，好不好？高峰高老板啊，嚯嚯，高老板，今儿您来着，全见着了，嗯，嘿，高老板啊，我师弟，上这儿来，快这儿来，哎。对，站那儿，可不好唱，一个上句一个下句，嗨 C， 嗨 C， 别，我塞不进去，太嗨了哈，太嗨了，太嗨了，塞不了了啊，嗯嗯，行，我们俩人拆一个啊，哎，中间有一个变调，你随便变吧，跟我没关系，哎，什么话这叫啊，我这跟你探讨乐理呢啊，怎么变，我就是一个点啊，好，开始了啊，对，乱七八糟的，你先来，我先来。我说你唱不唱？大伙儿打个招呼。都打半天板了。谁先来？我先来。好。莺莺闷嗦，手儿托着腮，叫声红娘。你快过来，你姑娘我是这个贞洁女儿啊，擦胭脂抹粉呐、啊，总嫌不我吧。太高了，嫌低啊！太高了，太高了。哦，你早说调门，咱们试试啊。嗯，来，高老板再来。嗯。莺莺闷嗦，手儿托着腮。你有痔疮是怎么着？你死哪儿去你？这个就合适一点，我是要合适一点，实在是上不去。哦，我说中间有变调嘛啊！就是、好家伙，来阿高，来走。来阿高，多肉头啊！你听，阿高，你姑娘我是这个贞洁女儿。擦胭脂抹粉儿，我总嫌不白。我豁出去了，来，差不多，你可以能唱上去啊。张君瑞本是，你看看，一位唐朝的客，咱娘们宋氏三代女裙钗，唐宋相隔，倒有六百载，是何人编出这部戏相来？红娘闻听，抿着嘴的笑，姑娘明白这个我明白。老爷在朝，他是把官做，官居一品是位列三台。宋王爷开了那叫王考场，天下举子们进了京来，河南来了一位关公子，关汉卿千山万水进了京来，老爷贪赃脱了灰，去了人家的好文那财，三长没把公子来中，回家门坐在小说斋，今天思来他是明天想，一怒才写出这部西厢来。西厢下院留下了诗句，字字行行是看个明白。有一句黛玉，这个西厢下；次一句迎风那虎翻开；
三一军乐仪，那叫火影动啊，四一军仪是那玉人来。我的小姐呀，真是真的来，这个家是家，黑是黑来，这白是啊白，贞洁女总是，那叫贞洁女，下贱财总是这个下贱的财，真金不怕烈火来炼，矫正哪怕那修仙歪，夜明珠未出土，真假难辨，单巴掌拍不响你远着水呀来，聪明的红娘嘴尖舌快，几句话把西厢，这莺莺小姐她那抽烟喝酒烫起了头来。这里还有我呀，我一回头看见她了啊，这个够底，这个啊，哎对，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哎，来给熬一碗人参，后来躺会儿去，躺会儿去，快去快去快去，全得真不易，真不易，这演出费人参。哎呀，于老师怎么办呢？什么叫怎么办呢？我儿子来一个你不会，我徒弟来一个你又不会，你这玩意儿怎么弄啊？你怎么什么都不会呢？你别跟着起哄，这玩意儿就不爱唱，因为、这个、因为沾打板的玩意儿，于老师就算完了。哎，你得会了再说不爱，你对不对？哎、你不会，他说不爱谁信呢？是吧？啊，同仁堂，哼。列位来内行，同仁堂是中国曲艺里边最了不起的一个节目、哎、打起竹板来唱同仁堂多少位药材，就是于老师小时候是学过、嗯、但是他说了啊，轻易的他不会唱，他都忘了啊，关键得看你们大伙儿爱听不爱听。你说挤得到这份儿上了，咱要、怎么样唱得了吗才、他说他们说你大小脑全萎缩、有这么回事？这是谁嘴这么快传出去的？不是唱，可以唱就唱啊！不过咱说好了，你们听那个同仁堂，嘿，怎么那个不行？那个、那上面那模板的那个不行，哦、那不成是吧？行，咱们踏踏实实按照鼠来宝唱，那来一规矩版的是吧？哎，高派的那个最上品的东西了啊！好吗？好，行嘞，高老板贴板吧，太棒了！咱们听于老师这段啊，全心全影的同仁堂，要打板就唱啊！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先生这个好比甩手自在王，药王爷就在当中坐，十大名医列两旁，先拜这个药王后拜你，你是药王爷的大徒弟，药王爷本姓孙，骑龙跨虎手捻着针，内科的先生孙思邈，外科的先生华佗高，孙思邈华佗高32岁入的唐朝，正宫这个国母得了病，他是走线号末治好了，这个一针治好了娘娘的病，他是两针扎好了龙一条啊，万岁一见龙心喜，亲身这个封他在当朝，封他的文官他不要，什么封他的武将就把头摇啊，万般处在无忌奈，亲身这个刺剑大黄袍，一旁怒恼了哪一个，怒恼这个净贼老英豪，为臣我东挡西杀功劳大，为什么不赐那黄袍啊，一把钢鞭拿在了手，手拿着钢鞭赶黄袍，药王爷药法高着，他脱到了黄袍换红袍，这个黄袍供他了药王搞，黎民百姓财不相烧，您老这个买卖有兰贵，您老这个兰柜3尺3寸3分高，这不一旁供这个压药碾，是不是一旁供这个炸药刀啊，炸药刀亮汤汤，有几味草药您了先尝，先炸这个牛黄玉狗宝，后炸槟榔与麝香，桃仁陪着杏仁睡着，二人躺在了沉香床啊，睡了三更交白夜，
胆大着木贼跳了金墙，盗走了水银五十两，这么金猫狗儿叫汪汪，有丁香去送信，这么人参这才做了大堂。佛手抄起甘草棍，棍棍打在陈皮上，这么打在这个陈皮流鲜血，这么鲜血躺在了木挂上。大苏丸小苏丸庞大海滴溜圆，这么狗皮膏药贴风寒，我有心接着药名往下唱，我是唱的名儿个唱不完。哈哈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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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太开心了，高兴啊，干别的也不是材料啊，一沾说相声发自肺腑的痛快，就会这个，尤其跟谦哥在一块儿合作这么些年了，那倒是，我们老哥俩好的跟一个人似的，哎，关系好，这一晃好几十年说下来的啊，好多人还问我了啊，说你们这说相声难不难啊，是各位，嗯，天下哪有那么简单的事儿，都不易啊，难不要紧的，嗯，想办法攻克，那倒是，老话说得好吗，怎么说的呀，世上无难事，哎，只怕有难事，全是难事儿啊，不是，怎么说来着，只怕有心人，只怕有心人，对，你心里得有啊，啊，我怎么办，哎呦，这事儿成不了，成不了我不干了，嗯，永远不会成功，知难而退不行，我实话实说啊，啊，我这些年来得力于谦儿哥对我的帮助，您可太捧我了，你看不敢当，相声怎么能说好，您说说，第一，嗯，继承传统，对，第二，嗯，开拓创新，这两点最重要，很重要，嗯，很重要，对，有人说你这从哪儿学的这两句话呀，是打于老这儿学来的，从我这儿学的，于谦老师在德云社占俩极端，怎么叫俩极端呢，第一他最传统， 我就从事的这个传统行业，第二他最创新，哦，我还有那精神，我举一个例子啊，您说说，平时他没事的时候啊，啊，种花是种菜，对，弄个什么地上的玩意儿，对，养个什么大公鸡，嗯，弄个小兔子，我就喜欢这个，你像这个玩意儿，嗯，别的说相声不会玩这个，他们不爱，他愿意，我喜欢，拿个铁锹啊，拿个锄头，捧个地，是最爱这个，这生活好，很传统，嗯，但是，嗯，你说哪儿出了什么高科技的什么电子产品了啊，手机出新的了啊，他准是我们那儿第一个玩的啊，这我都能接受，正在地里边正忙活着呢，我喜欢吗，正忙活呢，嗯，他儿子打那边跑过来了，哦，孩子跑过来喊他，他儿子喊他啊，干爹啊，现在呀，你先等，又出新手机了，不，你先别说事儿了，我儿子管我叫干爹呀，不重要，不重要啊，重要，特别重要。他可能这孩子说话有点大喘气，你知道吗？我说大喘气也不能说这么清楚了，您这，我给你出一主意啊啊，你儿子得喝点小儿肺热咳喘口服液，抗病毒。防流感病毒退退退，我发现这句话说完之后啊啊，这帮鼓掌的多啊，说明他们就是那个厂子的人啊，啊，反正他儿子跑过来了，哦，啊，一看他爸爸正种地呢，是，哎，拿着手机，嗯，又出了新手机了，哦，有个新款，就这一句话，于老师能美的不行不行的，哦，我就爱这个，就爱这个，是是，太兴奋了，哦，把牛推开，自个儿耕了二亩地，哎，对，跟那手机没关系，那个回来玩的手机啊，啊，你要问我，我就是个废物啊，您不演，我怎么叨叨我也弄不明白，人家于老师，哎呀呵，我这行，怎么来怎么去，是，哎，我不佩服都不行。啊，您也佩服我，就整个我们后台这些说相声，嗯，心服口服，哦，都佩服我，那是，还给您起外号了，我叫什么，说于老师，我想那叫怎么说啊，在智能产品使用里边它算一个创新之窗，哎呦，这就评价够高的呀，嗯，这个，嗯嗯嗯，哦，智能产品创新之窗，不，这个名字太长了，您就叫于志创，于志创，对，对对对对对，这是个赞美，这是个赞美，这不是赞美，这不是赞美，这得上医院，这个
不是那个词儿太多了啊。于能创，于能创，我不能创，我一创就死了。创新使用者，于能者，好吧？我能者，能者力，好吧？嗨、哎。这不是好词儿，反正就是意思吧，是吧？啊，大伙儿能明白啊？嗯，就这类好东西是给我就算浪费，您不懂，非得给谦儿哥呀？我能摆弄这个呀？所有智能时代的产品到您手里边，嗯，物尽其用，我都能玩转了他们。于老师一回家是首先面对的啊，智能窗帘，我们家窗帘都是智能的呀，高科技的窗帘。哎，它进入家庭了。于老师往屋里一坐，嗯，皮鞋脱在门口。哦，进来往这儿是一脱袜子，是，头一日袜子夸脱下来，是。你看这窗帘，嗯，脱一袜子窗帘就关上了。您的隐私，我不让人看脚。嘿，嗯。这玩意儿多智能哦，脱一只袜子啊，电门在这儿呢，嗯，帘就关上啊，就不让看。于老师，哎，脱袜子，脱裤子，脱衣服，嗯，得洗个澡啊，那是热呀，把衣服哎都脱了，是，你看这帘哎开开了，哎好，我就不让看脚，别的都可以是吗？不是不是。啊，这就是智能啊，智能 啊，这智能安的不是地方了。这帘儿一打开，打开怎么样？灯就亮了，那不是更清楚了吗？看，你看，你面前是玻璃，可不是就是玻璃才能看清楚吗？你这个玻璃是这一面是玻璃，一面是镜子。哦，你这么一说，这玻璃也是高科技。哎，一面是镜子，一面是玻璃，那就对了。哎哎，于老师冲镜子，啊，挤这粉刺是。镜子在里头啊，不是这两面外边不是还是看得清楚吗？我这闹不清楚，你这就说这个意思啊，就说意思，智能时代嘛啊，那得反过来，哎，高科技，高科技，哎，是是，洗澡啊，那就洗，哎，洗澡，高高兴兴的，嗯，躺下睡觉，啊，他那个枕头都是智能的枕头，这枕头还怎么智能呢？哎，枕头说，哎呦，于老师来了，准备，哎，睡觉，对，于老师躺好了，哎，如果马上睡了，是。就没事儿，哦，躺着翻过来掉过去的，失眠，枕头有思维，他会，哎，于老师没睡着，他这么想的，给他来一点点音乐，催眠呢，让他踏踏实实的睡。他什么音乐呢？不丁点声音啊，很微妙啊。好，次日清晨辞别老高命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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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行了行了，好家伙，这睡着了都得吵醒了啊，这个。循环了一万多遍，哎呦，甭睡了，送早点的就来了。好，想一宿，哎，智能早点啊，这早点就别智能了，要什么都是智能的啊，就运用这个。于老师起床，哎呀，身体不舒服，难受了，难受啊，啊 啊，上医院看病去，看病，哎，上医院看病，那个做手术都是智能机器人啊，现在有这智能机器人？哎呀，您说的那个没有这个，这全自动机器人。啊，就不用真人。第六，于老师先换衣裳，啊，换手术服，那倒得换。哎，把身上衣裳全脱了啊！是是是，换衣服嘛，全脱了啊！嗯嗯。哎，拿这个手术服是，换换，就这么一抖了，怎么样？这是脸就开了。我啊，我在家就换上手术服了，换好了好出去啊啊！哎，出去开车奔医院。哦，躺好了，于老师躺下了，手术吗？机器人就来了啊！哦，哎，机器人啊，这机器人呢，就是仿真，跟人是一样，哦，就跟真人一样，哎，也烫着个头啊，就跟真我一样，那叼着个烟卷啊，啊，拿着瓶啤酒就进来了啊。好，他是个干不干了？他打算让您踏踏实实，别害怕。哦，您躺好了，机器人一伸手，咵，这是这就一把手术刀啊，做手术嘛，咵，这个两把手术刀，好家伙，全是刀，看准于老师，哦，啊。行了，您这拿我当馅儿了是怎么的？做馅儿呢？有手术做手术，没手术呢，在医院食堂弄馅儿。好，他还应一厨子，一会儿功夫，夸，切下来了。切什么了？给于老师那肾切下来了，单肾切下来了。哎，拿一盘子送走。哦，机器人回来给于老师放40万。哎，我没病，我上医院卖肾去了，合着高兴啊？不，能不痛快吗？是吧？哎，对对呀。
还成呢，那玩意儿有钱了啊，40万，有钱高兴，那有钱高当然高兴，发自肺腑的痛快哦，享受享受，哦，这还享受，家里边全换智能的，哦，还有不是智能的，门锁换智能的，门锁怎么智能？好，他那门锁太智能了啊，差一丁点你也进不去，怎么叫差一丁点就是防盗系统做得好啊。哦，非常严谨。哎，于老师到家门口，哎，哎，是看这锁不开。我到了怎么不开？你看，他有这电子的，整个扫射一扫射，又坏了啊！这人短一肾不让进。哎呵，这扫描的还挺严格，啊、这玩意儿。往前来吧，我啊，对，我大锁是我。告诉他，锁看看不对啊？怎么着？脸上有粉刺，上火了。脸上粉刺啊？嗯，眼睛贴着，眼睛贴着。哦，红眼病不能进啊，是，哎，一张嘴牙上有韭菜、啊、哎，拿手摁指纹、嗯、手爆皮进不去，我都这样我就别出去了，我都、啊、缺一肾牙、啊、这脸也长得有红眼病，我干嘛去出去？ 这智能家庭啊，等着吧，万一一会儿那个智能扫地的机器人出来就能给您开门了。我指着扫地机器人，大家机器人扫地的啊、屋里各屋扫，现在都很正常。不光扫、啊，扫完之后有那没用的垃圾就当时处理。他怎么处理啊？这高科技是吗？咱们扫完了还得弄一兜搁在那儿。哦，人家这没有，直接弄出来，到门口机器人一伸手，嚯、啊，咔啦咔啦咔啦。这医院这就撞我们家来了，这个都一个厂子出的。哦，也这样，全剁碎。哎，垃圾剁碎了，剁碎了，剁碎回头有货。嗯，门口有双大皮鞋，是我刚脱的，过去看看。于老师的，对呀、啊，自己家主人的皮鞋，哎，不能动，他认得出来。嚯、哦，这儿还一双皮鞋，嗯，不认识啊，踏踏踏踏，多了，给我报仇了。你看这、嗯，这就高科技，什么高科技呀、啊、这？哎，于老师高兴了啊，一算我得出去买一个按摩椅，哦，还要享受，人家都有按摩椅，我们家没有，是来按摩椅躺那儿，噔噔噔噔噔噔，多舒服、啊，是不是啊？于老师拿着钱奔商店，好。要买一按摩椅，买去吧。一进商店看见我了，哟，泽刚，你干嘛去？是啊，哟，谦儿哥，啊，您这是我买个按摩椅、啊。哦，你呢？啊，我买双皮鞋。嗯，我这鞋啊，你去，什么玩意儿？皮鞋坏了，别胡说吧，让给坐坏了。哎，哪儿啊？于老师买一按摩椅啊，哎，按摩椅回家一躺，哎，按摩按摩椅，找找他各个穴位，是找找哦。护肝呐、啊，护肾呐、啊，护这护那个，哦、哎，五秒钟给于老师推起来了，嗯、起来，干嘛？没法护肾，没有肾。哎嗨，对我肾都卖了吗？哎，于老师看着按摩椅，你看，嗯，这40万花的啊，嗯，我拿肾换一按摩椅，结果还按摩不了。对对对对对对，你瞧这事儿闹的都不重要，这俩钱花的，重要的是高科技啊！啊，我利用这高科技，要真到那会儿，我们就可以有这个智能的捧哏了。就我这位置捧哏也智能的了，对，我就可以不用你了。这怎么智能啊？你看，要到那会儿啊啊，咱们就照着于老师做一个机器人，跟我一样的给我捧哏。哦，那我省心省多了，是吗？我连司机都辞了。怎么呢？你看，明天西藏有一场演出啊。嚯、哦，于老师，咱们走。干嘛？于老师往地一趴。嗯，哎，我骑上去，我们俩奔西藏。您这比自个儿走出去还累呢，这个高兴啊！我倒是不累、这个，挣了钱不用俩人分，我一个人全是我的。对，我也不用这个，啊、顶多买一回机器人啊不要到那样的话，那会儿估计观众也是智能观众了啊！各位都智能来了，咱俩一上场一鞠躬、嗯，观众都是智能的哦，观众也鼓掌，是吗？哎，他们都这样啊啊啊啊！我全带着刀呢。他们要这样，我就不说相声，扭头就跑啊！为什么呀？把我皮鞋剁了怎么办？哎，这老有这个。再来一个吗？来一个就来一个吧啊！还挺热啊。那个。跟谦儿哥在一块说相声，我是很开心的，都高兴。有的时候难免有些个话冒犯到他老人家，您没有没有，好极了。我们这行有句话、嗯，台上无大小，台下立规矩。对，为什么谦儿哥说的这么好？怎么着？师傅就好，我师傅宽先生，师先生啊、哎，
跟我的恩师侯耀文先生，当时人家是一对儿，是。现在我们哥俩在一块儿说相声，这多好啊！我是真的很感慨。怎么呢？啊，要是没有谦儿哥啊，我这艺术水平根本都提不。您过去，过去，你看，你看，人家很疼人。啊，疼人那倒应该的，特别疼人，是吧？我台上有时候想一出是一出，有的那个话也未必是台词上有的啊，没准谱。我哎呦，想起来我说了啊，这句话不等掉地下啊，于老准接上啊，这就脑子嘛。我这么说，就这盘子无论扔哪儿，他都能给你叼回来。感慨，是感慨，我怎么变成狗了我？瞎说！不是，这我接盘子去了。兄弟，真拿我当亲兄弟，关系好吗？真的，你举个小例子啊。我们在后台，人家准备水果，是老师们吃吧。啊，他一定站起来，德刚先吃。啊，这让谦让。不，哥哥，你快快吃吧。不要。嗯，你吃第一口，我吃第二口。哎，那是。你说，哎，咱心里热乎乎的啊。不，哥哥，您先吃，您先吃。哥，你看，这就快急了。是啊，吃呗。嗯。我吃一口，嗯，他来一口，哦，我来一口，他再来一口。你看我们吃的什么水果？甘蔗。甘。啊，我不吃不吃吧，我这个，您都吃了就完了。他说挺好，就是咽的时候疼。哎，这我还咽呢，我真疼我呀。啊，他疼我，我也疼他呀。啊，跟互相的吗？尤其现在就这个岁数了，嗯，我有时候特别在意他。是啊，吃的合适不合适？关心我啊，喝那水凉了热了的，别闹肚子啊。是是是，还有时候。我同大伙我说您别不乐意啊，啊没事，您说，玩心太大，哎，我就耗我这个，我老劝他，我这岁数差不多了。是啊，你看那些日子，我要去学游泳，是，我说你别学游泳，嗯，真的，我咱这岁数犯不上，游泳不学。哎，你看咱们这那个孙越孙胖子还游泳呢，啊，他也锻炼吗？我说你能跟他比？他300来斤啊，啊，他浮力大呀，他掉里边他沉不下去啊，啊，啊他这个。孙越在游泳池，大伙儿都很尊重他，是吗？孙越，您各位都知道哈啊，我们那儿说相声那胖子孙越，真300来斤，是穿小裤衩，光一膀子，在游泳池没人不看他的，那多招眼呢。那可不好，站住了，有时还给大伙儿摆个 pose， 是吗？光着膀子原地夸转仨圈，嚯，就跟那土耳其烤肉似的。嗨，啊，这什么形容词啊？这找胖子去了。我要学游泳、哦、啊！我跟他学，那个也没脑子，嗯，非得教。他教我，倒是学会了。那就好嘛。孙胖子还挺高兴，嗯，送你一条游泳裤衩去吧。你瞧，多好啊！他说完了，我心到嗓子眼了。您怎么着？50来岁人刚学的，万一我好点怎么办？哦，怕我淹着。我就在游泳池那边上，我看着他，盯着我。有个万一有个闪失，我好拉他去。嗯嗯嗯。谦儿哥真行。我穿孙胖子那大裤衩下水游，嗯，裤衩那玩意儿，他肥呀、啊，那是不合适啊，那玩意儿。孙胖子那大裤衩绣上花就是捉围子，好家伙，他把他那裤衩给我了。于老师一下水，夸，这水他劲儿最大，有浮力，嗯，裤衩就没了，秃噜下来了。于老师愣了，当时就站住了，啊，下去摸去，他下去摸去，啊，我吓坏。您呢？坏啊！这哎不行，是我赶紧我就下去。您我就揽了一下，你给我上来！哎哎哎，行，别拉了，别拉了。他不上来啊！你不上来哪哪行去？我愣拽啊，就给他拽上来了。站在岸上，反正多少有点尴尬。那是，您连脸都拉上来了就尴尬了。我说这个意思是我们哥俩这个交情啊就好，真的啊，对谁都那么好是。演出完了，于老师，嗯，打后台一出门，后台门口过了一大个儿，哦，大小伙子抡圆了，这，给一嘴巴打我，又过来一个，哇，哟，踢他，是来7-8个人把于老师摁那儿，叮咣5-4一顿打，这干什么呀？这个过程当中，于老师不骂人，哦，就很文明，不翻脸，不急。这帮人打完了，给于老师搀起来，哦，啊，拿手一指，嗯，你看那儿有一摄像机。我们做节目呢啊，于老师也高兴、嗯哦，做节目呢，我就完事儿了。完了，我这儿也太傻了，我这个这个人善良啊，
就这么善良啊？善良啊，这叫傻啊，这个跟外人如此，跟我们更是如此。那跟自己人更不翻脸。我们哥俩这些年来就有一回不愉快，啊、哦，也闹过别扭。看足球啊，世界杯，我们哥俩、哦、嗯，前买的各种小吃啊，连饮料带啤酒，我们俩跟真事儿似的看，得喝着看。看到最后，我很感慨，怎么呢？我说怎么姚明还不上场？哎，您就多余看。他乐我笑话我，那当然你呀、啊、我就多余叫你来，没错，那不郎平吗？谁哪儿啊，我也就别看了你、啊、我气的啊，我去你的，哎，打上了，我给他一下，你这打挨的，他也急了，是吗？你这个岁数挨我一下他能痛快吗？得翻脸了，站起来这一脸就打我拳头上了。我找打去了，我回家之后我想来想去，是我的不对。那当然了，老话说得好，是冲动是蘑菇啊，只是蘑菇啊。那话什么？冲动是魔鬼。明天早晨我一定去道歉，应该道歉。早晨一开门，是于老师在门口跪着呢。我在你们家门口跪着。兄弟，我错了。哎呦，把我感动的，眼泪。哎呦，哥，滚！哎去。我就是欠打，我们就是别的这种交情啊、嗯！您找去，没有，那是没有，哪有我这么欠的呀？我这捧着您，您怎么这样、啊？是您说这意思？就希望您健健康康的。得嘞，谢谢您吧。咱哥俩好好的说相声，好，有您在啊，我还能进步。啊、您过去太客气了。不是，我跟您没法比。您瞧怎么说？我跟您比，我跟您说，啊、我就是嗯、啊，那老话怎么说来着？您说说，王先生碰见汪先生，这是我差三点。还差三点，您不能这么说话。您要这么说，我要跟您比啊，嗯，我就是能先生碰上熊先生了。那这是差四点，跟您比，我是王先生碰见汪太太，这是差五点。我要跟您比，我就是王先生碰上王麻子了。那是，就不知道差多少点了。那是我要跟您比啊，啊，我就是王先生碰见汪先生，熊先生带着俩人的太太，嗯，还带着俩孩子，一个长雀斑，一个出疹子啊，一个吃芝麻烧饼，一个包着石榴，嗯，后边跟着一条斑点狗，狗嘴里叼着半个切开的火龙果。好家伙，这咱就甭比这个了，比不了了。我拿您是当老师看待，您太客气了。有不明白的，我得向您请教。谈不到，今天是个好机会。怎么呢？我要跟您请教问题了。您有事儿您就说。我有一个问题，我憋了很久了。是吗？真。您说说。这因为这个问题，在中国相声界150来年吧，几乎近60-70年没有人敢提。哎呦。那我也未见能答得出来，咱们探讨好不好？看来就这个态度 啊！你要不知道说不知道的，那肯定是。您可别强求啊！那是，您各位也算是啊，您都是听相声的老主顾了 啊！因为这个问题确实难度很大，很深奥嘛。是，您说吧。有这么一个东西，哦，哎呀，这个这这么大啊，这么大个，绿不筋的啊，哦，一张嘴呱呱，这是个什么？就这个呀。这个问题，你看这些年没有人提这个问题，什么是没有人提这问题，都臭了街了。您这个什么叫臭了街了？废话，这么大一个绿的，呱呱啊，一张嘴呱呱叫。对对对 对，这谁不知道？小孩都知道啊。这叫什么？这叫蛤蟆呀。这叫蛤蟆。对呀、啊。问题可来了。哦，刚才那不是。对了，看着、嗯、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啊？您说说。你也想不到我会说这个，对不对？哎，对。好极了啊！来来来，蛤蟆。对，蛤蟆。这么点小玩意儿，是为什么叫起来声音那么大？这个问题，中国相声界现在没人提。是不提呀、啊？他们都说过去了。嗯、这个、啊、是啊，多新鲜！您解释一下。这个好解释。嗯，因为这蛤蟆呀，你看它长那像啊，它嘴大啊。脖子粗哦，所以叫唤出来声就大。呵，您是高才呀、啊哎！不敢当蛤蟆啊，嘴儿大，对，肚大，哎，脖子憨，哎，叫出声音来就大，没错。照您这么说，万物是一理啊！万物是一理，只要是嘴大、脖子粗、肚子大的，叫唤出来声都大。我们家那马桶，嘴儿大，肚子大，脖子粗。
他可一回都没叫过，多新鲜呢。嗯，那你叫你还敢蹲那儿吗？你说的呀，不是马桶，他当然不能叫唤。他为什么不叫呢？你马桶它里边不是有水吗？有水的它就不能叫。哦，有水的就不叫。对，有水不响，可不是吗？那水壶呢？对吧？水壶，这一开了，叫啊，它当然能叫。水壶，您想，它不是坐在那炉子上，它有火，它就叫了吗？在炉子上就叫。对呀，烤白薯，白薯搁炉子上，哎，一熟了，这个白薯哇，没听说过白薯嗡嗡叫啊。你看看你说的吗？废话，白薯它不它你。它是地里长，它埋在土里头，它不叫啊。土里的不叫，多新鲜啊！土拨鼠，它怎么长的、啊、这东西？土拨鼠站那儿，啊叫吗？不，土拨鼠，土拨鼠是动物，动物就能叫，动物就叫。对了，蝌蚪，蛤蟆秧子，蝌蚪怎么不叫呢？啊，蝌蚪个小啊，小啊。对了，蝌蚪长大叫什么呀？青蛙呀。啊，青蛙它怎么能叫呢？我这又回来了。香菜辣青椒，哎，高宗嫩青菜来扁豆，切的黄瓜加冬瓜，买大海芹，买萝卜胡萝卜扁萝卜，嫩了眼的香吃的蒜儿嘞，好韭菜，买药汤，哎，谁还买我的药汤，哎，橘菜有香蕉，山药人丹，买的买，烧的烧，买药汤的又来了，吃了我的味儿啊，用了我的味儿，橘子薄荷冒凉气儿，吐酸水啊，打了饱嗝，吃了我的药汤都管事儿，小子儿不卖，大子儿一块，今热的天儿饱儿热的来，发了面的饱儿又热来，吃饱吃饱，这饱儿刚蒸得呀。你南瓜大的裂，五色的裂，色裂还要换的裂，我剪子嘞，香菜大，头头和辣椒，头。好大胆子！本店特处理一批高中低档文化用品、学习用品、日用品、光盘，全部2元。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挑啥哪啥都2元，2元两元。黑鞋油、白鞋油、棕色鞋油，什么都有，大家都来擦皮鞋，擦皮鞋，你说亮不亮？不亮。哎。在夜间那个皮袄啊，我就把它卖了吧。海洋的那个好筒子，心里口的货呀。一照准这个毛头啊，打了卖的穗儿啊。买了我就买，我就把它卖了吧。不错，卖了我也去呀。你要干嘛去？他还没给钱呢。去你的吧。可丽子狼面子，哎，这等会儿吧。怎么了您呢？你卖这旧衣服破里子烂面子，那没法穿呢。您没听明白啊？我要我这山西的故意哦，黑里子蓝面子，哦、黑里子蓝面子。注意听词儿 啊！好嘞。可丽子狼面子，这是个男人的假袍子，假袍子凉片子，夏天穿着的怪热的，走到了街上不好瞧啊。不好瞧就改单的，家的拆开这凉片子，上半截那个做褂子，这个下半截那个做裤子，这个褂子去袖砍剪子，剩下了一副套袖子，这个零零碎碎的古袜子，不糟这材料啊。哎呀，就是大伙儿学的各种的叫卖吆喝，过去说这叫货声。对呀，啊，大小的商贩
走街串巷一吆喝这个，嗯，大伙儿就知道卖什么的来了，暴君之嘛。要真说起来，所有的吆喝里边，嗯，最好听的什么呀？卖布头的。哦，布头，呵，嗯，卖布头的热闹。那您可以瞧一瞧，咱们这就开始了啊。可以，哎，来，打开就是布头啊。是啊，嗨，嗯，吆喝着卖，挨了吧，嗯。吆喝着卖了我的布大件了吧？哦，敬起诸君，劳您大驾。嗯，我不敢胡言，也不说瞎话，咱们都是老街坊。哎，我要是蒙了您，嗯，对不起我三爷六舅们，还有我的妈。呵，包袱系好了啊，含辛就驾。哦，包袱皮儿打开，天女散了花。嗯，花儿好，花儿红，漫天大火起在了空。红过梁山，大刀关胜。嗯，红过了赵匡胤那九岁桃花宫。哦，康茂才大出血都没有他来红啊。呵，关老爷吃酱豆腐也没有他的红啊。红铜县里边红铜马，红美人穿红带红，口点胭脂一点红，也没有他的红。是啊，不要红，嗯，来块花。哦，花花世界你来看看吧。嗯，沧州狮子景州塔，卢沟桥下边水哗哗。啊，孙悟空大闹了蟠桃宴，真修美味就撒下来了吧。东西南北全撒遍，十二色的布头让你来看看它。啊，这是什么色？这是奔色白。哦，白。怎么这么白？是怎么这么白？嗯，您说怎么这么白？哎，哦，怎么这么白？嗯，我哪知道啊。哎，白白白，嗨，不说了，合着因为它是白的啊，哦，所以白。怎么这么白？是气死头场雪。嗯，不让二路霜，气死了头号的杨白面了吧。啊，气死赵子龙。嗯，也不让小罗成。呵，谁见过雪白袍啊，压死那个小马超。呵，不提这种白，嗯，怎么单提这种布。哦，买到家里去。嗯，封被单那左背里的财门帘，你咋哭官了吧。啊，金铺有金盖。好，金洗有金晒。嗯，金来有金拽。是，金灯有金踹。怎么那么闹的哼，这人被窝有鸡了狗子。嗯，刚才是块白，对，这块是块黑。哦，黑的。怎么这么黑？哦，怎么这么黑呢？您说。因为它是黑的。这不是废话吗？这真正烟熏灶。嗯，烟没掺没灰。嗯，屎壳郎的钻炕都没有它的黑啊。包公扎麻花黑了个刺儿的。怎么这么黑？嗯，气死猛张飞。哦，他不让黑李逵。是唐朝有一位黑警逮了吧。嗯，东山送过炭啊，这西山挖过煤。嗯，开过两天煤了厂子，卖过两天煤了，这不背过两天煤了，这不送过两天煤了，这不当过两天煤铺子二掌柜的吧。半夜十二点啊，掌柜的没有事儿，抄几个锤子字儿，冰儿棒儿，他来砸硬煤。是说您要不知道啊，您遇上一个窍，您够奔电车道。嗯，您上了摩电车啊，买张电车票。哦，电车这么一绕，叮叮当当就要到了吧。到哪儿了？到了前门外。哦，您找了大石栏。是你够奔八大祥。哎，什么瑞林乡那瑞增乡那广成乡那颐和乡那个乡一号那个廊坊头两所别朝那款那要管前乡一儿的八大祥，站在柜台那儿点着名儿的要。哦，点着样的挑。嗯，顶少了价码得四毛八。哦，四毛八。没有四毛八你也买不着。这么宽那怎么厚那怎么紫米怎么米怎么加米怎么稀复的。好，为什么卖这么贵？对，小费是大，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嗯，人工吃食就找他要了吧。是，常言道得好。嗯，面在罗里转，羊毛我出纸在这羊身上了吧。对，你就别忘了这电大。嗯，岂可这可打了气的电了吧。没错，倒在我这个摊儿。嗯，民工你要想啊，一个样的货。嗯，一个样的价儿，一个样的行市呢，谁还买？大道边呢，小道沿的马路牙子摆小摊，小门脸的小铺眼，小四号小铺点，小四合院的这个对吧，头味的拎个块了吧。对，这块布头拿到家里去啊，裤褂做一身。哦，大褂做一件，嘿，穿在身上，走在街上，啊，大伙儿这么一瞧，嘿，啊，真不知是你了，哪位哪一位的大掌柜的吧？是啊，什么同仁堂啊，东来顺的六必居，嗯，那买卖都不如您呐。我什么买卖呀？你抽烟喝酒烫头去吧。没听说。